第五课，唐卡，藏族的美术。博士，上一集我们看了朝圣者的朝圣之路，现在朝圣者们打算回家了。刚才他们说要给家里人带珍贵的礼物回去，是什么礼物呀？哈哈，我们一起去瞧瞧不就知道了。出发。哇，博士，这里挂着好多美丽的画啊。是画在布上的，这就是珍贵的礼物吗？还可以卷起来，真方便。不错，这种布挂画的名字叫做唐卡，意思正是卷起来的画。唐卡？唐卡呀，是西藏特有的一种美术作品。我们常见的画都是画在纸上或者墙上的，不过唐卡通常是绘制在丝绢或布帛上的，画的内容一般都和佛教有关。据说古代印度人在说书讲故事的时候会悬挂画像作为辅助说明，这个习俗传到西藏后，寺院也开始绘制讲经说法时的示意图，老百姓边看边听就更容易理解了。我明白了，就像老师上课时播放的 PPT。 对，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了不少大唐的卷轴画，这启发了藏族人，于是他们把佛像画也做成了卷轴的形式，这样喇嘛们就可以随身携带，随时随地给大家展示。后来这种佛教 PPT 越做越精美，渐渐就形成了唐卡艺术。原来唐卡是高原上人工移动的 PPT 呀。不光是移动 PPT， 还是移动佛堂。信仰佛教的藏族人早晚都要向佛菩萨祈祷，而大多数藏族人是以游牧为生的，他们要驱赶着牛羊到处寻找水源和牧草，不像我们一样能住在固定的地方。有了能卷起来的唐卡佛像就很方便了，可以随身携带，挂在帐篷里，点燃酥油灯供奉起来，就成了一个小佛堂。怪不得唐卡这么有名，这里的老百姓是真的需要它啊。画师叔叔，这上面画的都是谁啊？这些是我们信仰的佛菩萨、四臂观音、绿度母、白度母、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和文殊菩萨。佛菩萨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，数也数不清。不过这几位是我们藏族人心中最熟悉的。真是太精美了，他们的眼神就像会说话一样。画师叔叔，您是怎么画出来的？我想看看行吗？哈哈哈，远道而来的小客人，欢迎你和这位老先生一起留下来。博士，画师叔叔一大早起床先去洗澡，然后点了一根很好闻的香，接着就在这里跪着念经已经很久了。他不是要画唐卡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呀？哈哈哈，这就是画唐卡的一部分。对于唐卡画师来说，画唐卡是将心目中的佛菩萨呈现在画布上，是一种修行，能给自己和众生带来福气和吉祥。所以画唐卡之前，除了沐浴清洁身体，还要诵经祈祷，让自己的心灵也保持纯净。哇，这就是画唐卡的颜料吗？真漂亮，亮晶晶的。啊，别碰，还好你捻的不多，那个金光闪闪的粉末可是真正的黄金呢。哇，黄金，唐卡的颜料竟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。唐卡之所以珍贵，跟它用的颜料很特殊也有关系。除了金粉、银粉，唐卡的颜料还有用珍珠、玛瑙、珊瑚、松石、孔雀石、朱砂等珍贵的矿物宝石磨成的粉，再加上藏红花、大黄、蓝靛等植物，这样画出来的唐卡历经几百上千年，颜色还是鲜艳如初。所以啊，
在藏族人心目中，唐卡是能世世代代传下去的宝物呢。2014年，收藏家刘一谦以3.1亿港币拍下了一幅明永乐御制红岩摩笛刺绣唐卡。哇，这也太贵了吧。是啊，不过那是一幅刺绣唐卡，工艺远远比绘画唐卡更为复杂，加上又是永乐大帝宫廷制作的珍贵文物，十分罕见，所以才会拍出这样的高价。刺绣唐卡？唐卡不都是画出来的吗？不，唐卡主要分成两大类，一类叫做纸唐，就是你见到的这种用颜料在布上作画，还有一种叫做国唐，是在珍贵的丝绢绸缎上用手工刺绣或者刻丝、拼贴、提花等十几种不同的工艺制作而成的，还有用一颗颗珍珠或宝石缀成的唐卡呢。原来唐卡还有这么多种啊。是啊，在拉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大型节日，叫雪顿节，意思是酸奶节。酸奶？我还没喝过西藏的酸奶呢。哈哈，你就知道吃。这一天，藏族老百姓除了喝酸奶，还要去寺院看晒大佛。晒大佛其实就是展示巨型佛像唐卡，那种唐卡就是国唐。哲蚌寺的大佛像唐卡足足有40米高、37米宽，相当于一栋十几层的大楼，而且它有3吨重，得150个喇嘛才能抬起来。这么大，这种唐卡得做好久吧？每一幅唐卡的诞生都不容易，除了珍贵稀有的颜料，还需要按照严格的比例制作。在一本叫做《佛造像度量经》的佛经中，完整地规定了几百上千位佛菩萨身体结构的比例。一个真正的唐卡画师，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唐卡绘制的基本功——度量，10-20年后才能正式开始画唐卡。等到技艺精湛，头发也开始白了。但是这种精益求精、尊重传统的制作方法，正是唐卡的魅力所在。在近千年的时间里，一代代的唐卡画师都是按照这样的度量来绘制佛像的。如果不按照这样的比例去绘制，唐卡上的佛像也就失去了庄严。唐卡画师真是太了不起了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朝圣者会说唐卡是珍贵的礼物。嗯，不错嘛，小哈。今天我们也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就是保护传统文化。传统的文化、习俗、技艺从古至今流传下来，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比如传统节日、传统美食、民族音乐等等，都是传统文化。可是一些古老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，唐卡也在其中。传统文化包含着古老的民族密码，只有了解这些密码，才能真正了解我们自己民族的过去。所以我们要努力保护传统文化哦。作为藏族重要的传统宗教绘画技艺，为了保护传统文化，唐卡在2006年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除了唐卡，你还能说出自己身边能接触到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吗？更多精彩课程，请下载 AHA School APP。